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二十一，你的耳朵和鼻子都红了。是啊，太冷了，我要买个帽子。男的怎么了？二十一，你的耳朵和鼻子都红了。是啊，太冷了，我要买个帽子。男的怎么了？二十二。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今天银行的人太多了。没关系，我刚才经过书店，去看了会儿书。男的刚从哪儿来？二十二。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今天银行的人太多了。没关系，我刚才经过书店，去看了会儿书。男的刚从哪儿来？二十三。现在几点了？我看一下，现在差十分十二点。现在几点了？二十三。现在几点了？我看一下，现在差十分十二点。现在几点了？二十四。马老师，照片上的人是你女儿吗？不，那是我年轻时候的照片。照片上的人是谁？二十四。马老师，照片上的人是你女儿吗？不，那是我年轻时候的照片。照片上的人是谁？二十五，都快九点了，儿子怎么还不起床？他昨晚十一点才到家，累坏了，让他多睡一会儿吧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二十五，都快九点了，儿子怎么还不起床？他昨晚十一点才到家，累坏了，让他多睡一会儿吧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